综艺天后小 S 婚后育有三个女儿，三个女儿除了都跟她一样拥有精致脸蛋和纤瘦身材，也非常具有明星气质。其中二女儿 Lily 每次更新 IG 动态，总是吸引许多网友的关注。最近她晒出一系列玩花匠的照片和影片，再度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。只见今年14岁的她，在桨板上拍下多张摆出不同姿势的美照，除了美貌非常吸睛，一双笔直的大长腿更是十分抢镜。她后来还分享一段站在桨板上热舞的影片，网友大赞她好可爱，而且身材好好，几乎她的腿好长，真的是太美了。